好像有漏一个东西。因为刚刚讲的应该会算是只有一个是新的资讯，然后其他另外的资讯是算是台版第一次，哎，没有，应该全球第一次公布的内容。那我们看一个小影片吧。武神，哎，武神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在今年的二月版本内容里面会多这一个，哎，对，明年二月了，明年二月会多这一个，是什么东西？可以大家猜一下，想一下，武神嘛。那我的介绍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谢谢围城，我们带来这么多全新的好消息。